我们进到 VCR 再回来讨论。这种考不考虑现场比划个两下，这个身段不简单的。我这个我要试看，因为这个是一个手的姿势，但我有点忘掉了这个。这多久前的片子啊？这是去年为了要去年年底的时候，为了这个要 promote 就是属于青年奥运，因为去年是第一次青年奥运把街舞，应该说霹雳舞了，正式的名称叫霹雳舞，列入青年奥运的正式比赛项目。是，问题是台湾根本没人知道。所以我们这些跳霹雳舞这些年轻朋友就觉得很挫折，那挫折的时候讲说这个，而且全世界就有12个地方啊有代表权，亚洲是三个，台湾、大陆、香港，台湾、大陆、日本，对不起，台湾就是台湾、大陆、日本这三个地方取得了参赛权，参赛权，这想想不容易。你看亚洲韩国很强吧？你看那 K-pop， 哇，那女生这样转的，对不对？可是他没有。不至于韩国应该最强。对，就韩国已经被台湾淘汰，不错。所以这其实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。重点来了，没有人知道，真的是没有人 care， 你知道？所以后来，那你知道没有人 care 的结果，也不会有人赞助了。我讲实话，也不会有人真的说好像关心什么。后来我们讨论半天说怎么办？说那这样，理事长。因为他们这些年轻人组了一个叫中华民国霹雳舞协会，不好意思，小弟刚好在做理事长，不如你上去跳两下。所以各位朋友，你觉得我上去耍宝什么？我刚刚跟文章哥讲，有一个这个专业的这个舞蹈的这个老师说，我们动作 OK， 但是什么都慢半拍，就每一个动作都慢半拍。兄弟，我也快50，我40几岁，我能拼到这样是为什么？真的就是因为想要帮这个青年奥运 promote 一下。是是是。那现在我们刚刚谈到。现在这个霹雳舞更有可能在2024年变成奥运巴黎奥运的正式项目。今年6月24号洛桑国际奥委会要投票表决。那因为霹雳舞或者街舞的这个运动人口啊，非常非常多。其实你看台湾知道，台湾大学校园、高中校园非常热舞社，对，那以前大家还在讲说啊，因为热舞社都是漂亮女生，所以男生就跑过去。就我承认，可能以前是这样，以前是这样子。但是现在这个东西变成一个奥运正式比赛项目，那都不是开玩笑的事情，那就真的是一个正式的竞赛。而且我认为中华民国是有可能得牌。为什么？我们刚刚讲到，你叫人家从中线飞身灌篮，就平常讲台湾很难做，体能有极限，对不对？你要说游泳，像那鱼飞鱼一样，哗哗哗这样游，平常讲也不是那么容易的。那射箭，韩国人也是真的蛮会射的。但是你像这种比赛，其实是可以的，因为我们真的有这个实力啊。所以老兄老哥，我这样上场这样耍两下，其实真的就是为了 promote。OK， 事实上，他未来也可能是台湾之光的一个重要的部分，因为我们其实，在很多就是。这个私人举办就是属于一些世界级的比赛当中，当然不是奥委会举办的，就是说各地的举办的，我们得了很多世界冠军、亚军一堆呢，哎，台湾还蛮多的，这你想都很难想到，就是这样的，对啊，那太好了，那既然是年轻的，我们就来搞点年轻的噱头，来从四刚开始，不会现在这个哈，网络流行语大考验，来第一个，什么叫刷存在感？这个我问过王院长哦，讲公道明白哦 ，OK， 来什么叫刷存在感？刷存在感就是什么事情都要自己表达一个意见啊，感觉没有你不行啊，好，来，旁边那个，旁边的小，来，那我可能更惨了，那个最难的都留给盛文哈 ，OK， 好，带风向，来带风向，很简单的吧，每天脸书都要写带风向，来给一个，我觉得带风向就网友有时候会比较负面嘛，他会认为说有些言论他背后是有其他的动机存在，所以他会讲说你这个语言是所谓带风向或在干什么了，就是有目的的发言了。非常好，难得还是留给盛文，这简单的，大家还是回到这个思纲这边 ，Q
就请来。那天王院长用台语讲，我讲好好笑，就是他是从一个电玩里面来的嘛，就基本上拿到这个枪就有。本来有没武器的人，有了大武器，突然歼灭敌人，突然功力大增，对，功力大增。你知道院长那时候怎么解释吗？说嘿，拍狼 Q 掉钱哦，警察赶快把钱给都来，一个我 Q 掉，我 Q 掉，OK Q 掉钱，来来来，这么幽默，洪庭来来来来，这个来来呀，互相伤害呀。这句话国民党蛮适用，民进党蛮适用的，每天都来呀，互相伤害呀，来，什么叫来呀，互相伤害呀？我觉得这个还真的蛮难解释，蛮难解释的。我觉得这个就是有点，大家就觉得就是说，当双方已经这个情绪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开始有点叫嚣的时候，然后感觉上大家就，然后这个一个议题好像已经扯到没有办法再扯了，以后好像大家要开始翻桌了，有没有？那他就大家又开玩笑说，好了，来互相伤害，就那种概念，就有一点对呛，失去理性沟通。我觉得是当。他也不一定是对象，可是他觉得说这个事情反正已经没得谈了啦，没得谈的时候，这句话就出现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想，用这个网络流行语啊，希望说两个政党哦，真的避免所谓来啊互相伤害，然后把宝贵的政治能量拿去做内斗的斗争。事实上，未来再跟其他国家竞争的时候，如果你领导的国家的话，我保证你功力衰减很多了哈。多为国家想想哈，那不必把这个东西拿来做内斗了哈。OK， 回到圣文，这都比较难的了。我要先强调一下这个，因为每刚文嘉哥一直在这个让我觉得很开心，就是叫我年轻人或青年世代，所以你每次讲一次，我心里就虚一点，知道不会啦，你比我们年轻多了。二十几岁人说哇，这大叔比较年轻，那我只那还是年轻，还是年轻。对，我实在是不能说太年轻。我觉得年轻是一种概念，一种主张。但你们年龄相对也真的是年轻了哈。OK， 网络流行语大考验，你当我塑胶啊？你给他当做塑胶呀？来，这句话这个还蛮猛的，蛮猛的。就是说完全忽视我。你可以求救徐永平，兄弟们。是完全忽视我的概念吗？不掉，对对对对，你当我塑胶就阿里嘎东的塑胶就是哦，不读也不回，把我当做塑胶一点回应都没有。OK， 不错了哈，对，蛮有意思的。来，这个第一题似乎已经很快，还有大哥，你这个确认过眼神哦，这个也有意思哦，是谈恋爱吗？不是，来徐宏庭，你这时候就要帮忙了，帮学长想办法了。这个我也真的不行。这通常都是拿来谈恋爱，我确认他过眼神，他喜欢我。记得，这只是一个口头禅，只是个口头禅哈。比如说，来，我们看这个小解释，这制作单位做小解释啊。比如说，确认过眼神，你是广东人。确认过眼神，老板不是人，其实就是一个口头禅的，我确认过的哦，我讲的话是有凭有据的，确认过眼神，嘿嘿，宏庭，你这次是杰的歌哦，哎，对，这是林俊杰的歌，是哦，最赤壁里面的歌，第一段叫做确认过眼神，后面点点点，所以大家把它拿来做一个有趣的延伸口头禅，我确认过眼神哦，哎，你是怎么样哦，你是怎么样？看来我们还没，我们还没接上世代，我们已经被下面这句难度可能又更高一点，来。网络流行语大考验 ，skr 哦，这我连听都没听过 ，skr 红庭来，要不要帮一下学长呢？这好像是一个。一个中国大陆的那个选秀节目叫《中国新说唱》里面有一个评审，每次都 skr 对对 ，S 跟舞蹈有关，对对对，已经点到有 feel 了，有 feel 了，有 feel 了。好，来这个中国有嘻哈，中国就是大陆的那种街舞啊，或者是 hip hop 的节目。好，我们公布一下哈，这个《中国新说唱》艺人吴亦凡节目将 skr 挂在嘴边，用来表示某人的饶舌技巧相当好，把某人的饶舌很有大天。也表示说很厉害很强哦，这个人很 skr 哦，也就代表说很强很厉害，应该是二十几岁的人在讲，对，很年轻，这个几乎都更年轻，这大概都是八九年级的，对对，所以我们三十几岁变假世代，所以对你们来讲是有一定的难度了哈。